所以我们也不要意外。好啦，我们要开一局新局了，要开一个新局了。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啊？非彼不会伤害任何人。AI 的句子会制造海盗。我们还是这个啦，这个继续这样，好不好？种子这个，好好好，选择一个降落点。我们应该选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选在山里面好了，这里好了，这里。选择地点，选择了。现在开放观众继续来啊，一个男性，一个也是男性，三个男性。对不起，玩不下去了，超好笑的。三个男性玩不下去，我们要有男有女的世界，全部都女性，我们也玩不下去。你们可以打中文啊，应该可以打中文吧？我们就在选到山区里，男的、女的、男的，还有肥肥的，哎，这个好肥哦。怎么可以有设计到这么肥呢？又要开放了，你们要打你们的名字啊，打你们想要的中文名字在前面。选我银心，好啊，没问题。银心，我看一下这个啦，光溜溜的，蛮适合你的。哎，对不起，打不了中文哎，那个只能打英文了。好了，银心，中文名字不输入中文名字哦。哦，这是他的姓。四五六，这个我打四五六，四五六，哎，这个打不出来吗？四五六，四五六，一二三，好。哎，他就叫四五六也不行，要这个要颠倒一下。EX，这里写四五六，好，还有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可以。哦，大家都在报名哦，可以看你活多久。看一下哦，我从前面开始看，抢名字时间。哦咻。看我看我看，按随机选我选我，男的射击好强，当女的也没有关系，哇 TNT 想当女的，那好啊，得你啊，得 TNT 当女的，我刚才看到前面肥宅 TNT， 这个应该是写着 TNT。把你的 ID 打进去。ID， 哦，要找到你的 ID，TNT 讲话。好，你讲话了。I155043，令甲，这是令甲的意思吗？这个 I155。043，再选一个观众好了，男的看一下开放，女的没了，对啊，女的没了，好了就选你了，这个是叫什么？克里斯是不是？克里斯，然后写。他叫什么？我看一下你后面的代码，666。哇，你的结尾是666哎。好，就这样喽，要开始喽。射击技巧高超，看一下哦。哇 ，TNT 会治疗，银心会射击，会守工艺，栽种动物。好，我们要开始喽。克里斯，有了，我选了一个。
克里斯，恭喜你们，要开始喽，很容易死哦。你们已经开始思考人生了。叮，怎么降落在根本就没山区的地方啊？没有山，我们要怎么开垦？好了，先不管了啦，先把这里的树都砍掉。命令，移除植物。我们的动物是哪一只？动物在哪里？没有动物哦。哦，这一只吗？哦，我们的狼哦，高等生物哎。哇哦！而且有两个人没穿衣服哎、欸、，TNT 和银星都不穿衣服的，你们都不穿衣服的。我要设计一个那个放东西的地方，存放区、垃圾区，这里有一堵墙哎、欸，感觉不错。好，哦。这个全部都拿进去放，看一下谁的射击技巧比较好。我刚才虽然有看一下，可是忘记了。直接这样看好了。需求角色12，绝对是你了。装备步枪，克里斯，他是这样念吗 ？Chatter， 凯特，中文要怎么念呢、啊？我可以直接问你们吗？中文要怎么念？对呀、啊，他们都有问题，他们都不穿衣服的，很有问题。凯特，凯瑞特，凯瑞特，叫你月神，好，月神，就叫月神。月神 TNT 和银星的冒险故事从此展开。我们先盖一个室内空间，结构家具结构，盖一个小房子，这里盖在这里，六格，真的不大，好，小小的一间，在里面放床。家具，木质单人床，我其实可以不用木质的、欸，这个可以用钢铁的。一二三，好，就这样，轻松轻松，快一点，建造一个房间没问题，我们在建造房间了。咪咪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道墙、欸，把这里盖出来好了。建设结构，这里把这里也围起来。喂，好好好，这个 TNT 我看一下哦 ，TNT 的装备不是啊，角色需求射击才一等 ，TNT 不会射。那等你拿小刀好了，看一下银星会不会，银星，不管他会不会射，需求，银星比较会射，等你小手枪，得月神拿步枪，好，再挖了再挖了，所以我要一直建设到这里，哎、欸，还没有那个吗？铁。噔噔噔，房间都还没盖好，房间都没盖好。这里应该比较不容易饿死吧？你看，这里可以收获一些莓果、欸，应该可以撑一下吧？嗯，这个开局可以撑一下吧？
哎咻哎咻。砍树砍树，这里好多树哦。区域移除植物，这里都移除。你应该会移除吧，都已经圈起来了。哎、欸，还没有训成功训练，两张床了，三张床了。哇，大通铺，只要把这里的树砍掉，就有小房间了。哦，这里的树好多哦，其实没有很容易盖哎、欸。工作建筑工，你们都建筑工、修理工、采收者、驯兽员、TNT， 你怎么什么都不会？哇，银星比较厉害哦，银星什么都会，什么都不奇怪。锻造师、艺术家，看一下谁比较强。啊 ，TND 不要做艺术家啦！你什么都不会，你到底来干嘛的？去当研究员啊？也不会做菜，什么都不会。银星什么都会，也不要做太多。那个比较不会做的就不要做了。这个治疗不会，比较不会做的不要做。工匠，这样。不会做，不要硬做。好了，厨师要有两个吧。好，这样应该好一点。先要开辟农田。命令区域，种植区可以在这里吗？不行，所以我种植区一定要在这。开辟这样，哎，三十格这种大小，好不舒服哦。这样子啦，哎咻，种可以种什么？草莓，哇，后面就没有那个了。种玉米，种我可以种玉米，种玉米、马铃薯和玉米。那再种一点，多种，为了怕没吃的，有没有？我现在很害怕。经过前几次的经验之后，吃的是很重要的，生怕没吃的。这里种稻米，等一下给你很多吃的。好，我在这里种稻米，再种，多种一点。现在种植比较伟大了，再种一点。再种一区，种棉花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希望能比较好一点。哎、欸，再砍树了，多种多健康，再围一个结构出来好了。这里是客厅玄关，有没有？玄关客厅。这里就可以有房间。等一下，错了，取消一下。喂，哦哟，差一点点，给你们大一点的空间，对你们很好。垃圾场，设置一下垃圾区。区域垃圾，存放垃圾。等一下，把这些石头移走。哎 ，OK 了，大规模建设。看一下哦，结构木质房子。
然后要盖生产的，炉灶，先盖一个炉灶，炉灶盖在这里，这里是厨房，好了，盖了，那还要什么？储存槽、研究桌、研究桌，盖这里，哦，空间真小。先不要盖这个了，等一下再说。雕刻桌，对，我这一次要雕刻了。我这一次要雕刻了。我觉得良好的环境是必要的了，这一次要雕刻了，不会不雕刻了。嘿，训练完了，初级训练。等一下可以训练他救援和搬运。钢铁雕刻桌，我们现在在盖了，哇哦，这里好多莓果，赶快搬进来。有炉灶选项，新增工作，简单精致，要六以下，烹饪要六，无人完成，那不要了，竟然都这么废。竟然都不会做，开始臭骂你们！你们怎么这么废？怎么什么都不会？知道我来锻炼你们。我建设一下结构，木质围墙。这里一间。两间、三间，取消，三间房间，好了，这里有三间房间，然后一个炉灶，一个雕刻桌，等到这边移过去之后，哦，他们还要桌子，长桌，哦，超长，太长了，这个改一下位置好了。把这里取消掉，拆除。半夜还在做规划，欸，这可以移动吗？欸，这个不能移动是不是？这个只能拆除，欸，先拆除好了。雕刻桌先不需要。重新安置桌子床。重新安置。好了，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看我们的家里面还一堆树，哎。感觉就超酷的，你们要做点事哦。这个会腐坏吗？看一下哦，非冷藏三天后腐坏。简单料理，哎，给平面吃啊，趁现在。有访客来了，蝴蝶式。哦，这个能收服吗？哦哟，不要收服好了。驯养只有七。取消了，你会被打死，你会被打死，银心，你会被打死。为了你的健康，不要冲动。我把家里的树都砍掉啊，家里超多树的。好了，处理了。我要在这里盖那个桌子，桌子盖在这里，然后盖餐桌椅。哎，错了，取消，这个椅子能
木头的就好了，这样盖的才比较盖得出来。这个也取消，我盖木头的家具。我这里特别多的就是木头，什么都没有，木头特别多。像什么叫乌帕啊，每一次都叫乌帕。开始盖了，开始盖了，以后会有多一点人，所以盖四个椅子，让你们在这里享用。哇，大家都来做事咯。噔噔，哇 ，TNT 的房间都还是石头哎，这样你怎么睡得下去？月神去帮你搬了。银星每天都在做菜，其实很快就腐烂了。看一下哦，有没有空调、暖炉？研究桌。我盖一个研究桌好了，还是要盖？我觉得。盖一个研究桌，怎么动物狂暴？哎，动物狂暴嘞！确认，等一下哦。不要逃，不要逃，跟他拼了，跟他拼了！你们在哪里打的？哦，这么远哦！哦，干掉小松鼠哦！我要一个肢解桌、屠宰桌、屠宰桌放在外面好了，在外面屠宰。不要啦，我不要放在外面。再盖一个吗？不然小动物无法屠宰，真麻烦。啊，我先不屠宰了啦，他们现在应该不会到处乱吃吧。研究项目，选择研究项目，但是十字加工啊，第一个都是选这个。月神康复了，他刚才被小松鼠咬。月神康复了，装冷气会变冷藏室，真的还假的？那好啊，来啊，那现在要积极建设啦，电力需求，太阳能板，我把这个太阳能装在这，要装两个吗？装两个太阳能板，等一下这个不要装在这，太阳能板装在这，装在这，好，开始喽，开始喽，开始盖喽，钢铁够哦，还要盖一个蓄电池，蓄电池盖在这里，盖家里面。电缆连接进去，然后供电阀盖在这，可以，就这样，很完美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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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之后要去那个开采山区开采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的山区离我们好远哦。可是我的铁好像不够嘞，不得不去哎。对啊，不得不去哎。这里就是铁了。哦，开采一下，开采一下。区域开采，全部挖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稻米长这样哦，怎么长得这么随便啊？稻米长得好随便哦。好了好了，我现在要帮你们装冷气了。冷气先装好不好？这个存量不足哎、欸，没关系，都先帮你装一台，不足的以后再说，一人都先装一台，很浪费有没有？还要装电灯，
这就是我们富人家的生活，即便什么都没有，都先帮你们装好，先装到好来着。哎哎，现在可以十字加工，怎么这么快？是不是有人很聪明？哎呦，这次研究很快哦。这一个我要取消掉，我想要让电缆走外面。好，这样子。哇，哎、欸，开派对哎，月神正在举办派对哎。哇，你们已经可以开派对了。有一个新妹的新正妹加入你们了，23岁的新正妹，我天哪，你们命怎么这么好？我们要善待这个正妹，正妹总是特别好。现在开始建设，哇，你们的命太好了吧，竟然有正妹加入你们呢。这就是正妹的房间，好，开始了，赶快去帮正妹挖房间呢！啊，你们这些工具人，一个钢铁单人床，来放在这，把这个石头搬走，移除，然后要什么？要移除植物。银星的房间里面还长了一棵树哎、欸！哎呦，爆炸了！哎、欸，爆炸了！爆什么鬼啊，太好笑了吧。移除植物了，哎、欸、有人来突袭了，滋滋滋。哦，确定，等一下有人来突袭了，幽灵旅团到这附近了。哎哎哎，有点恐怖哦，我应该要做一些沙包对不对，防御设施。幽灵旅团来了，哇，你们干掉他了，暂时性休克，倒着不管他哦。好了好了，果然肥宅 TNT 不是盖的，有没有？马上就冲出去把他干掉了。让我来拿走他的刀。好 ，OK 的。那要挖几个坟墓，好不好？挖几个坟墓，放在远离我们的地方。这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坟墓，那个看到自己的坟墓就在旁边有什么感觉吗？这个刚才电爆了啦，怎么这么快就爆了，电力负荷不良吗？快要连接到了，快要连接到了。嗯，这个晚上要过去哦，我要帮你们铺地板。哎，地板，正妹家先铺，因为是正妹。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是不是正妹。好啦，全部都帮你们铺啦。正妹 Lumi， 我们的正妹是叫 Lumi。 太阳闪焰会持续一天，食物开始不足了，真的还假的？这里不是很多吃的。当天后腐败，所以我们要再去采一些莓果。哎，这里收获。其实现在根本就不冷啊，室外温度才18度，我为什么要装这个什么冷暖气？哦，可以加10度哎、欸，哎、欸、真不错。这个这里我把它变成冷藏库好了。哎、欸，温度，空调扇，来往两个房间，这个冷气装在这里。这里，
希望他那个腐化状态会比较好一点。25，75个应该够吧？在改建了，在改建了。正妹家没有房间，我帮你装一个那个空调扇，连通两间，没有，连通两个地区。我们应该多用一些空调扇就好了吧？干嘛装这么多个？这可以移动吗？不行。好啦，装了都装了。装了都装了，家具店，帮你们设置一些店。噔，看一下这里，普通，干净干净，还不错嘛。这个减湿度啊，目标温度。-49度太冷了，加10度，目标温度-9度，1度好了啦，1度C，这里目标温度是多少？目标温度21度，哇，有空调就是不一样。哇哦，21度，冷暖气机。哎呦，这样很好哦。这里有冷藏了，是不是？冷冻状态可以撑一季又两天呢、欸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们的食物可以撑下去了，可以撑一季又两天，只要不坏掉。好了，继续煮，继续煮。我们要研究一下啦，那就研究破击炮啦。我们开始研究破击炮了，破击炮的人生。那个区域防卫沙包，在这边盖沙包，还有尖刺，这个尖刺很棒，杀人于无形。都盖，还有坚强的防卫，还有什么？哦，工作室，我帮你们设计一个工作室，结构木质围墙，嘿，这里有工作室之后呢，可以有做一些雕刻之类的东西。这个铁我都挖完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银矿。其实这里的环境还不错。这个开局好多了，这里还可以挖，已经挖到山边去了。银矿，好好好好好，这个趋近于稳定和平发展。希望这个空调不要坏掉了，一颗会不会不够啊？要不要多盖一颗？要不要多盖一颗？存满电，我多盖一颗好了，怕它不够。好，多盖两颗给你了。哇，大家坐在椅子上，食物不足，又不足了。这里不是有5份吗？简单5份，简单4份。还是要收一点的，我觉得还是会担心。收获，之后有水稻可以吃吧？对啊，对啊，有水稻吃了，真好，以后就不会有食物不足的问题，慢慢改善。这次的开局很好哦。又有人来了。哪个混蛋王八蛋又来了？咬死了！先回来，先回来！打我们的狗哦！去扁他！
真招扁他！快快快！我们的狗儿，你要会跑啊！哎，咬死了、欸！哎呦，取消征召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先把这个 TNT 把它埋了。哎，无法埋葬人，为什么？那你埋，无法埋葬哎、欸！全面进攻哎、欸！为什么没有办法埋葬？啊，我不都挖坟墓了？他不屑哦，放在外面烂，腐烂中，任其他自由腐烂。这一块是什么肉啊？真的任其他自由腐烂。我要建设一个那个啦，雕刻桌，生产电子料理台，岩石加工桌，放一个岩石加工桌和雕刻桌两个桌子，工作室，并放一个灯，立灯，然后放一些盆栽在你们的房间里，增加美化绿化一下环境。以后雕刻出来之后有艺术品，就放在艺术品。他在等死，阿布，阿布，你去等死吧！逃生舱来了，哎呦，有人哎、欸！陷入昏迷的男子，关我屁事！我自己都养不活了，还养你们？我绝对不要理会你们！这个宠物是谁的？等一下，我慢一点。你是哪一个的？训练？哎、欸，需求？社交，哦，是月神的，月神的伙伴，可是他都没有训练成功哎，我应该帮他放一个家的，他会睡在平常的箱子里吗？哎、欸，睡在女生正好了，那个睡正妹旁边，应该会更开心一点，睡正妹旁边。你们都在干嘛？哦，满足。我为什么不能把你那个、啊、埋葬？对啊，没有人可以帮你埋、欸，无法埋葬。不是挖了这么多坟墓吗？储存是什么？优先度。啊，算了，不理他了。月神现在没事做。我们来挖挖矿啊！没事做来挖挖矿好了。区域这个开采，嘿，看能不能挖到金属哦。这里有铁，这里有，先挖。这都腐烂，任其腐烂。哟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电图蓝纸，这个不要，竟然多盖了一个。好了，可以快转。我们现在又有食物不足的问题、欸，哎，三天后腐坏，冷藏状态，两季，有的三天，有的两季。先这样吧，先这样吧。这个他好像不睡哎、欸，这样我又要、等到有棉花之后才可以给他们睡了。有咯有咯，哇、哦，这里好多铁哦，多挖一点。区域开采，这里也有，开采，开采，开采。到处挖有没有？哦，又挖到其他东西了，开采，稳定发展中。看一下那个你们的
我先来关心一下你们，先看一下月神的角色，射击、采矿、医疗，医疗七，看一下 TNT 的状态，医疗十，研究十，哦，就是因为 TNT 很会医疗，很会研究，哦，所以研究速度特别快，火了都火了，有没有？哦，我看一下这个正妹，这个正妹，大家的射击格斗技巧都很高哎、欸，我的天哪！看来这次活下去没什么问题哦。哎呦，不良，品质不良。他每天都吃这一个，为什么不吃其他的？好了，不管了，他不吃我也没办法。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室会不会太小？要不要扩建？先不要好了，先做出来再说。正妹是同性恋哦、喔，我没有看呢、欸。哦，同性恋者哎、欸，所以他根本就不会爱你们哦，不会。TNT 是女的，食人者，哎、欸，我现在才发现哎、欸，草莓族。你不讲我还没看这些、欸，原来银心是草莓族哦，哇，神精神变态，月神精神变态，哎、欸，有来了，又有事了，又有人要突击了，确认在哪里？突击的人在哪里？要打喽，要打喽，哦，死掉了，死在这了，他的肉喷出来了。那我们要去参访团，参访团，看一下你们有什么需求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TNT 去交涉一下，进行交易耶，可以交易耶。看一下你们有什么东西，参访团来交易，来来来来来，有巧克力可以买，医疗包，我买一些医疗包好了，把什么卖给你？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都不要了，取消，取消，取消，不要，我不要跟你交易，你的东西好少，能不能埋葬他？哎、欸，脱下死者衣服、欸，哎，哦，脱下来了，为什么我们都不能把这些人埋了？掠夺他的衣服。对呀，为什么我不能埋这些人？因为我们没有搬运工吗？搬运工有啊，月神就是搬运工。看一下，优先埋葬，哎，可以啊。哦，这个是有扒光，优先扒光阿布，扒光阿布，然后埋葬。哦，他已经腐烂了，所以不能埋葬。哦哦，好，这样就好了，差不多了。重设陷阱，搬运，现在发现新地点嘞，确认在哪里？应该在这附近吧。反正我们现在从遥远的地方去挖矿，还要从遥远的地方走路回来。看一下你们对那个环境没有？哎，乐天派，哇，这不开心哦！你不开心什么？你不开心什么？现在还好啊，还不错。心情不好，环境简陋，忧郁。这个是什么？钢铁加工桌，岩石加工桌，石材加工，永远制作，一直加工，好不好？一直对石材加工，希望能做出不一样的东西。
这个漏为什么不搬进去啊？哎，这是什么地板？打磨地板吗？地板打磨，没有可打磨崎岖的岩石地面。哦，所以我这个就是可以打磨这里，是不是？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打磨的。哎，这个好了，雕刻桌，我来雕刻小的艺术品。等你做四次，好，没事就可以去雕刻雕刻。我现在环境还蛮不错的，我觉得环境不错，只不过房间他们说略小，空间压迫，十二格叫压迫。原来十二格算压迫哎、欸，这一个拆除掉好了，我把这一个冷气拆掉，然后把这个打通，然后再开辟一间，这样会不会比较舒服一点？先盖一下，既然有压迫的环境，秋风不允许这样，秋风要盖一个豪华大家。我给你。这一间超级大，超级大，我要直接打通好了，这里直接打通，得正妹住，超级大，看一下是不是超级舒服。正妹的房间超级大，为什么这么大？因为是正妹。因为是正妹 ，Lumi， 等你超级大，这个不要了，这个拆除，这个没录用。正妹真好，人正真好。哎，又来了，狂暴动物，确认。这个货仓我要去找一下，哇。捞回来，这里，哇，捞回来，好多吃的哦！这次运气真好。我们现在应该每一个人都可以袭击吧？这个不要，这个先射逃跑，其他人都射攻击。TNT 没有比较好的武器哦。来看一下，不良的锤子，差劲的棒棒。算了，先不要好了，先不换。以后再看有没有那个步枪可以买。哇，他去雕刻了，他的艺术成分高不高啊？哎，六等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这没有超大的家，家具结构，看一下哦，地板先改一下地板。哎，好，改地板。哇哇哇哇哇哇哦！在砍树了，建设我的地板，全部都木质的，怎么感觉很舒服？有一个叫做这个，他已经65岁了。如果你同意庇护，必须在颈椎消灭宇宙海贼，略过此讯息。哎，凄厉的叫声，呀，死掉了。关我屁事！我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了，我还庇护你？我还要等你吃的？你已经这么老了，这样会不会太残忍啊？不会，那个是那个什么 TNT 决定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TNT 决定的，都是他害的，人死也是他。我们现在要开辟多一点的空间。哎，这个就可以变成医疗的，看一下哦，47格才叫普通哎，
我天哪，47格才普通哦，那要大到什么境界才叫大？要这么大干嘛啦？我以为很大嘞，结果远远不够啊，只是一般小空间而已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以为已经很大，很够大了。普通而已，至少不会压迫了。那我把这里打通，拆除这里。让你们睡。用地板，地板，看一下哦，狭窄，21格还是狭窄？8格叫压迫，21格狭窄，47格普通。迫击炮，我可以用迫击炮了。哎咻。我把你把床移到这里，看一下哦，研究，再研究新的，基础为电子科技，水培技术，好，水培技术。这里还在建设，还在建设，迫击炮，脉冲迫击炮，燃烧迫击炮，迫击炮，我们要有迫击炮，看一下哦。电磁脉冲迫击炮，发射电磁脉冲对付机器人特别有效，必须有人操作。被摧毁后会引起爆炸，这个被摧毁后都会引起爆炸。可以发射迫击炮，燃烧迫击炮，我用迫击炮就好了。燃烧迫击炮感觉不是很好感觉会那个会。会死哦，野猪，我没有肢解桌，还没有肢解桌工作分配动物，我要用一个肢解桌生产屠宰桌放在这里，噔噔。这里的肉吃完了，他们为什么不拿这个肉？还是我们有很多肉？好了，不管它了，那食物略不足，还是我们都在做其他事情？你们很忙是不是？先不要制作，制作 N 次啊，制作4个。有这个嘞，美观程度。先安装一下啊，安装在家里面。这个是什么？看一下，这个好不好？20的，安装一下啊。居然有20的程度，为什么不安装一下？把这些砂岩块移走。建设，建设家里，噔噔噔噔，电缆、电力、电缆，把这延伸到外面。看一下这里，普通美观程度，美观程度1.84。好像可以了，这个永远肢解，哦，这个还没有盖好。迫击炮盖好了，未装填弹药，那要研究弹药吗？要怎么装弹药？看一下，拿走。弹药要怎么装？对，
是不是要研究新的东西？ TNT 跟银星睡在一起，两个光溜溜的人睡在一起。你们不要光溜溜嘛。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欣赏这个美光程度检视，还有检视的东西哦，20哎，有20的哇，好多哦，这个已经变成那个艺术品展览场了，艺术品展览。现在可以栽培水植物水盆了，酝酿造地毯，我来这个好了，机械拆卸，学这个好了，研究机械拆卸，家具，这个再帮你立一个灯，然后装备架放在这里，然后。放一张桌子在你的房间里，木质餐桌。哎咻哎咻，家真大哎！银星穿衣服了，银星穿衣服了，好神奇哦！看一下你们的。TNT， 角色 TNT 也就12了耶，有点高。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棉花、啊？建家具，看一下。先把这个弄掉好了。哦，不要弄掉，都盖了，盖一个沙发，沙发椅在这里。哇哇，越来越高级了。然后盖一个动物床在这里，有点脏乱，空间很大，观感无趣，普通，这里无趣。那这个移动一下，安装到这里好了。这个移动一下。新的房间，重新安装到这里，这个移除，我们现在有一间新房间，心情低落，谁呀？TNT怎么了？我的兄弟死了，哎，为什么死了？为什么躺了？啊！你白痴啊！我现在才注意耶，87哦！你87哦！七哦，埋葬他了，埋葬。银星，你这个87，这样就死了。我朋友死了，他精神崩溃了。我想说晚上没事，所以我晚上不想看那些东西。想不到他就87而死哦。太87了吧。来啦，装备手枪啦。那个月神不要理他们的啦。他们是87啊，
八七到有剩啊。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这是什么？海贼啊，海贼来了。没关系啊 ，TNT 自己会处理啊。这个是什么？死亡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哦，被吃掉了，只剩骨头了。哦，不是，是腐烂的。疾病流感 ，TNT 感染了流感，在床上应该就可以早日发恢复啊！他就八七妹，不要理他了。陷阱不要拆掉啊！只有八七的人才会触发，好不好？只有八七的人才会触发陷阱，我从来没看过玩了这么多次。就只有天那个银星触发过而已。不解释了。看一下这只动物啊。哎，还点不到哎。好了，点到了。训练你。为什么都没有办法训练？没有人训练是不是？天天要死了。天天要抓狂而死哦。你赶快回来哦！精神啊，体温过低，研究疾病啊，倒在外面了。月神把你抓回来了，月神帮你治疗了。天梯，银星的死不用太在意，好不好？你要学会放下，即便是你的好兄弟。哎、欸，他狂吐哎、欸！你吃了什么怪东西？你吃了什么怪东西？学会放下，好不好？呜、我来砍一下树好了。命令：移除植物，把这里移除掉。那把这一个设为病床，这里变病那个病人房间，这里会冷欸。那设置再设置一个那个冷气好了，温度冷气，哎咻放在这里。他竟然睡在外面了。太霸气了！重设陷阱，体温过低，阿没戏啦，哪有这么容易死？把你调高两度，23度，调高两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他应该舒服一点。啊，莫名其妙。我本来想说今天开局很好，朝稳定和平的发想迈进啊，想不到银星就这样死了，搞什么鬼？哎、欸、天梯也死了，把他拖去埋了，优先埋葬 TNT 啊。八七哦，你们两个殉职了干嘛？就是因为银星不小心被那个陷阱夹死之后 ，TNT 精神分裂，然后在外面跑了一整天，导致那个……我不想解释了啦，反正死了。已经 G 了，你不用想了。我该不会是活最久的吧？然后就死了。哎，现在大家都要中了啦，做事了啦，每个人都要做事了啦。不能不做了。现在空间变超大的了，因为人都死了。赶
重新安装到这里，重新安装，把这里打通好了。哎，拆除了，难过，重新安装到这里。重新安装至这，重新安装到哪里？好，安装到这好了。都移动了，家里成色重新改变。狼吐了，这个是不是装反了？对啊，这个装反了。重新连接，这个拆除啊，装反了。看你装的时候没看，室内温度、室外温度好低哦。看一下呢，室外温度6度，那室内温度几度？哎，他为什么全部都拆了？哎。怎么了？月神怎么了？哎，对啊，为什么全拆了？怎么了？太冷了，就把它全拆掉，有必要吗？这就先移除一下。哇！哎，全烧掉、哦？没有啊。叮叮，这个是什么？美光程度30，哎，好像很厉害、欸。在打扫中，哎、欸，有人来了，这个是什么？仓返团，查看事件。等一下，我要去仓返团。那么为什么要大半夜来？大半夜来，又有一个人哎、欸，不要理他了，关我屁事哦、喔。虽然我现在人不够，有没有？也不想理会他，那个人比较少啊，吃的比较多啊，吃的比较多，等他们睡饱再说。他们偷吃我们的东西，走了，啊？偷吃我们的东西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人砍树？是不是？哦，有人砍树了。这个十字加工到底是食材加工，是加工什么？又有海贼海盗了。哦，变成石块哦，哦，有用有用。看一下哦，永远屠宰动物，永远制作。储藏室的冷气哦，那个是储藏室的冷气，原来如此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忽然间全爆了？对啊，是因为消耗电力太多吗？加两度，加两度。哎哎哎，不要再打我的人了！
征召你，攻击你。哎、欸，我的狗，我的人受伤了，我狗被打死了。我先要打你，他不过来哎、欸，他好聪明哦、喔。那我们不理他喽，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我们的事。这个触发是陷阱，月神触发陷阱没死。哦，哎，他们在对我们冷气乱来啦，东打打西打打，有没有？自己肢解了。我的一个被打掉了。超不开心的，哎、欸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脱下他的衣服，谢，哦，不是，这是使用人类尸体，我没有搬运哦，同意庇护，同意庇护啊，35岁而已、欸。来，赶快来，赶快来！咻！好，等一下又要打仗了，取消征召，操控迫击炮。哦呦！哎，他怎么在这啊？操控迫击炮啊！哎、欸，在灭火了，在灭火了！呜、哦，这个人不要理他了，把他脱下他的衣服，衣服就是要让他死。电力，太阳能板。噔噔噔，再盖回来，又突击了、欸，好多突击哦！自从有没有有人死了之后，迎新触发莫名其妙的陷阱之后，我们就一莫名其妙的。莫名其妙的进入一连串的悲伤中，照理讲不应该这样的啊！这个在干嘛？健康了，好，又拖出去买了。好啦好啦，赶快处理一下，看一下有什么作用。采收者。种植者、矿坑、修理工、建筑工，通通都去做好不好？好啦，那陷阱就不修了啦。而且刚刚都没有再用迫击炮哦。我要用铁，铁这里还有吗？还挖得到铁吗？这里还有啊，没有运回去。他们不要跟我说，他们不是运送的人，所以他们都不运。装备这个小手枪，装备棉布大衣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明天白天应该会好转。我是不是应该要把陷阱盖在门以外的地方？自动重设，不要。
以免真的有一些白痴再度上钩。啊，都拆除了。我应该要射到这附近了。这个，在这附近设陷阱，这样子嘞，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因为我不会走到这里，这样可不可以？这样行不行？哦，这个断掉了。哎，看一下哦，电缆、电力、电缆。哎，没有啊，有连住啊。现在电力供应正常了。哎，哎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去跟他们交易啊。因为健康因素无法正常谈话，那个他无法正常谈话，太白痴了吧？这个不能交易哦，跟他交易一下。滚筒式机枪插进，我们可以卖一些东西，是不是？简单料，他卖的东西都好少、哦，取消了，不要。仓返团，对，没事。逃生仓，有一个人在这。我比较想要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医疗包草药，哎，带走。太好了，这个人又怎么了？又蠢死了！月神的死法跟银星一样，哎，这玩不下去了。玩不下去了。我想说在后面放一些陷阱，结果他们自己触发了。所以陷阱这种东西不是什么好东西耶，会夹死人没错，可是也会被夹死。唉，唉。哎，又一个蠢死哦！故事的结局就是这样，换上的人你们都不认识了，叫 Lumi， 一个正妹戴钢盔，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哪位的收留的人，然后地板超脏。我来放置啊，太八七了，太八七了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原始三人组都蠢死了，只剩下正妹了，正妹还戴钢盔，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她很正。是不是2003岁？冬眠这么久，好啦，正妹拿手枪了，会不会拿手枪也被压死？哦哟，是的，是意外触发 ，Lumi 也意外触发了，也受伤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很容易触发哎、欸！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
这里才要我看一下优先度，其实不需要吧。优先度，重要，先这样了，不管了。这个目前目标温度21度，不要了，下降一点。目标温度1度啊，-1度。目前-1度啊，继续生存哦、啊。被气湿了，真的，气到荒郊野外去了。我帮你挖一个坟墓好了，不要过得这么可怜。被气湿了，就睡在这里啊，好不好？现在电力还不够哎、欸。优先帮你埋了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埋了，又埋下去了。枯萎病，神秘的枯萎病，作物都没了。不要再雕刻了，不做了。不雕刻了，你有空把地板扫一扫吧。对啊，有空把地板扫一扫吧。这里超脏的，看一下哦。地板还是用木质地板把这里铺好。枯萎病驯服，野兔被驯服了，编号1。我现在有一只兔子。虽然觉得莫名其妙，真是觉得莫名其妙。可以储存3个物品，是不是？可以点击分类。露米无事可做，这个有没有比较好？不良。有点淡淡的哀伤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就是人生了，淡淡的哀愁。而且我们的电池都存不太满，应该要多那个多放一点电力需求。多用一点发电厂。室外温度已经-9度了。再盖一个，有空要去挖铁。铁哪里还有？这里还有铁。到地图边缘呢、欸。区域开采，这里挖走挖走。我们要小心，冬天很容易饿死啊，对不对？容易失温，容易饿死，要特别小心。不用风力发电吗？目前没有想要用，之后再看看吧。慢慢在存电哦。可以再盖一个啊，不过要挖一点铁回去。你看运货好久，好远、啊。哦，不要在这里盖了，不要在这里盖，取消取消了，不想盖这些了。盖了只是令人伤心而已。我们还把一个床放在家里，目前殖民地只有2个人而已。
电一下就没有了。之后要去打猎吧。哎，等下，我这个肢解床不是肢解床，工具生产，屠宰桌。对啊，没有屠宰桌，还不能打小动物哎。对呀，为什么他们都会刻意去采？我也不知道哎。水栽培是不是？水植栽培盆栽，这是要干嘛的？这要放在室内还是室外？哎，室内。水栽培盆栽，放一个看看好了。这个拆除。把这个区域家具木质这个木质墙，哎，它吃生肉了，我们没有人会建那个吗？没有人会做简单料理，真的还假的？厨师啊，会啊，拜托煮一下好不好？不要吃生肉。修不了啊，修不了啊！好了，多挖一点。哎，这里，这一格是什么？这个可以挖吗？开采一下，搞不好新空间哦。水质栽培，我看一下哦，要94个。哎，快要好了，快要到了。等下就可以盖了，还要有一个电器这里吧，机械遗物，在做了，在做了，在做了，看一下水质栽培是什么，要电呢、欸，哦，可以种马铃薯哦，种在室内哦，还可以种草莓，哦，种在室内，种水稻好了。气温过低无法生长，这里气温过低，认真的哦。这里气温过低耶，那个电力不足的关系吧。回来睡觉了，我不要动物饥饿在哪里？你怎么这么远呢、啊？这只小兔子怎么那么远？动物叫回来啊！那个变成我的那个，变成我的那个叫什么？棉布不够。那先把这个取消掉，取消掉这个，等等，这个棉布就够了。先回来睡觉好不好？叫小动物回来睡觉，睡在这里好了。小动物回来睡觉。在做事喽，在做事喽，有一个豪华沙发哦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干嘛干嘛干嘛？哇，露米在打狼哎，正在猎杀露米。我打得赢吗？哦，打赢了，我们喷血了。哦，受伤了，受伤了。哇，这一只狼，我们去睡觉了。哎，别再做喽，赶快哦，那个卢米现在快死喽。角色乱枪打鸟，哎，他们两个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个看错了，都是乱枪打鸟的，他们都是乱枪打鸟型的，我喜欢打来打去，不想要打什么，我应该要放一个可以让他们娱乐的东西，对不对？
野生动物驯服，趁现在会对你敞开攻击。等级六，驯服值只有五而已，那先不驯服了，放任他去死了。长返团又来了，确认，不理他们。我现在要保持我的电力良好嘛，23度，气温过低无法生长，现在还气温过低哦。又袭击我们了，怎么了？露米，快来操纵迫击炮，真招你，操控迫击炮。过来哦，操控迫击炮，找不到有炮弹，完全找不到炮弹，所以我们要制造炮弹是不是？这个是什么？已安装未有炮弹。哇，炮弹要怎么制作？看一下，防御，电池脉冲，电池脉冲会不会不要有炮弹呢？看一下，这架设在这里看看。这次活好久，对啊，活到有人都八七而死，我们还在。为什么这里没有电？对啊，这里都有连接。对啊，为什么这里没有？好奇怪啊，为什么没电？燃料发电，看一下用风力发电看看。哪里可以盖啊？这里可以盖啊，就盖在坟墓旁边一个风力发电厂。发现新区域，哦，这里哦，刚刚就有发现了，逃生舱，有一个人掉下来了，要去救他吗？救他，掠夺。好了，我来救你了。救援，食物不足，不救援了，不救了，不救了，不救了，哎、欸，不救了啊！算了，我看到食物不足，正想不救的说，结果人已经过去了，来不及了。对啊，现在都是路人了，路人甲乙丙，那个银星、TNT 啊、月神都死了，都是八七而死的，不同意庇护啦。我们现在没食物了。露米在干嘛？享受大自然。不晓得他在干嘛、欸。有时候我都不是很了解他们的思想。移除啊！噔噔噔！结果我有带回他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他还在地上哦。哎、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哎、欸，又听到什么声音了？哦，小白狐狸，咬死他了，很酷哦。
这里有人欸，拿走他的生存包。欸，他还偷吃。欸，我们也去吃哦。拿了就直接吃，不要在地板上吃啦。可以拿回家再吃啊，你们很饿哦。等一下就精神崩溃了。欸，哦，他运到这里就死了，可怜。看一下这个电池脉冲，也要弹药欸。欸，这个弹药怎么处理啊？附近有一个发狂的动物，这一只发狂了。你看这里有脉冲，可是我们怎么打？欸，攻击啊！我在思考啊，这没弹药，要连接电，这个应该连接电应该有用吧？电力，我看看哦，希望有用。这个不知道钢铁的，是要把钢铁装进去是不是？还要把钢铁，还是把钢铁弄成弹药？我们家没厨师，有啊。两个人都是厨师，只不过他们不是很会做菜而已。他们都是厨师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又要死了，又要灭团了。这一次我们活到冬天了，有没有？冬天特别难熬。我们还有一个小白兔哦，没有智能的小白兔，像个白痴一样训练。中等智能啊，有啦，小白兔有智能，好不好？他们很饿的时候就会吃人肉了，然后吃完人肉就发狂了。哎咻哎咻，这样有吗？钢铁电池脉冲，所以要有钢铁才可以，才可以脉冲就对了。所以重要的还是要有铁。我们现在饥饿了，他们等一下就要吃人肉了。我现在要分配一下工作。那个全部都得有第一级，那个猎人一级，还有什么？没有了。好，哇，他们真的都不会分事情轻重缓急耶，我好害怕哦。所以我要取消他们的工作，以免他就又再继续去挖，浪费这么多时间在这边挖。命令取消，好，这样好，这样没事。损坏，都还没有开始种就损坏了。太好笑了！室内温度-21°，有这么冷吗？看一下哦，生产温度应该是要冬天要这个吧？电暖炉。哎，冬天要电暖炉。夏天要吹冷气，这样应该会好一点。不要修了，不要修了，不要修了，这
这个是什么？灌木丛。我拿钢铁回来了。等一下就可以做电暖炉了。查看地点。哎，有吃的吗？精致料理耶！哇哦，真幸运。这个，你哪位？他应该活不到那时候了，我们不救他了，因为我们东西不够，东西不够不救。我们来赶快盖，我们的动物也饿了，我们也饿了，大家都饿了。有没有维修工啊？没有的话，我们要肢解动物，新增屠宰，永远。哎哎，哦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们不要再蠢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好恐怖哦！我怕了你们了，你们不要再犯蠢了，取消你们这些动作，赶快拿这只狼去砍，好不好？拜托你们，算我求你们了。你又要干嘛？又要干嘛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翡翠矿哎，可以挖一下哦。死亡冰冻状态不会腐坏。哎，你们在干嘛？有时候我真的很不了解他们在干嘛。我明明就是有当前任务要给他们做。好啦，自己操控好了啦，不然受不了了。优先什么清洗血，不能肢解吗？屠宰桌不能肢解哦，不然去拿那个啊，刚刚那个料理包，好不好？远方不是有料理包，应该可以拿回来吧？你们去拿料理包回来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就这里，就这里，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。十份，很多份可以拿，短期内不会饿。哎哎，这样可以吗？哎，现在没有食物不足的问题了。那现在就缺钢铁，那我要去挖一下钢铁。命令区域挖钢铁，开矿。这个是什么？银矿。我现在有一点点，58个，还吃了耶，兔子也在吃哦。你养一个没用的兔子。没用的兔子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跑太快了，你跑太快了，迷路，不行，巡抚。快要有机会度过这个冬天吧，有机会突破第一年吧，有机会吧。那个继续移除植物，好不好？把这里的植物、前面的植物移掉，趁着我现在我有食物的时候，赶快做一些
平常做不到的事情。你看到处都是人尸体哎、欸，他们两个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我觉得他们两个有不同一般的奸情，不同一般。好了，我们不理他了。太阳能板损毁，室外温度很低。对啊，超像的，跟监狱建筑是超像。我要盖一个这个，这个都盖不起来吗？是因为没有这个吗？这个资源要去哪里拿？这个机械遗物。我看一下我还有什么资源。金属碎片。哎、欸、我是不是有分研究什么分解金属？哦，还没有，还没有研究完。能操控的人太少了，感觉就很无趣。一天就这么过了，什么都没发生就过了。春天十一日到秋天一日可以栽种。对啊，这个嘞无法生长，因为太冷，是不是？气温过低无法生长。这个是室内栽培啦，有空要那个，这里要这个啊，还是要盖这个啊，电暖炉才可以栽培。哎、欸，迷路哎、欸，好想巡抚哦。几率最好六，没有足够的巡抚员，取消了，不要了。灯，哎、欸，再盖了，再盖了，电暖炉好了，哇哦！所以这个空间应该温暖很多吧？室内温度有嘞，有嘞。这个不要盖了，这个不要盖了，取消，因为我有这个。风调扇，这样还会气温过低吗？两度，两度，看一下目标温度21度。哎、欸，再中了，再中了，再中了，这个完全没有产生电力，受到以下阻挡。所以我正在砍，砍完应该就不会阻挡了。我们快要把这些食物吃完了，快要没有食物了，稻米快要死了，因为缺电，所以死了。种这个也不容易耶，动不动就会缺电啊、哦！开始转了，开始转了，开始会转了。哈士奇加入，哎、欸，在哪里？有哈士奇耶！我们有哈士奇，我不想要兔子啦。那整天吃我粮食的兔子，整天吃我粮食的兔子。我们都不会有人驯服他，哎，都不会。看一下，驯兽师，我们的驯兽等级这么低哦，5级好像也不错哦。先这样，会转了，会转了，会转了。哦，转好快，
终于在转了，那我可以连起来了。电力，现在怎么了？现在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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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炸弹鼠来了！哦哟，我才正想要连电力而已。哎，爆炸了！炸弹鼠爆炸了，又爆炸了。火灾了，火灾了！我现在没空理你啊，不想理你。哎哎哎，连起来，好。哇，这个食物又不足了啦，食物好快就不足了，我们的人都不行了。哎，宠物还吃我们的东西，结果找哈士奇来，反而吃了我们的东西，那个兔子都有去死，宰杀，宰杀我们的小兔兔，那个肚子饿了，我们有哈士奇就不要兔子了，这真是现实啊。真是现实啊！这个已经死亡了，为什么我们不能？这个没有肉，所以不能吃，是不是？你不要睡在外面好不好？不要活这么委屈。这个，这里不能，他都不能做事。也没有办法。为什么都不能肢解啊？对啊，不能宰杀哎。可是刚刚我明明就看到它，只有皮毛而已。这里有一点肉啊，炸弹鼠肉啊。哎，为什么？有时候我都觉得很神奇，为什么？确认逃生舱，查看，又一个人，我不要。又是人，我不要，我要去宰杀备用粮食了。哎，兔子把我们的最后一份吃掉了，这个白痴，有了有了，他还砍了，他还砍了。哎，蛋怎么了？狂暴了？为什么要狂暴？他陷入精神崩溃。看一下，未婚夫死了。我的未婚夫死了，你的未婚夫是谁？关我屁事哦！你的未婚夫是谁？是刚刚那一个掉下来的人吗？他还没死啊！你的未婚夫是谁啦？你的未婚夫哪位？八七哦！这有什么病？你有什么病？修理一下好了，能不能修？你会不会修？需要电子零件，损坏了不能修欸，要电子零件。我会生产电子零件吗？生产电子料理台。不是，研究桌看来不是。看来要生产电力也不容易耶。希望能度过这个冬天呢。又有一个人来了。是月神，真的还假的？月神早就死了、啊，死多久了？现在才爆发，太好笑了吧？
我们这个殖民地也快不行了。不过我很想撑完这个冬天呢，看会不会明年会好转。稻米又死光了。这里爆炸了，要建设一下。哎，这里会不会等一下就被那个被夹子夹死？又是这个电器杀人事件？没有啊，没有天天在触发的啊。哎，死掉了。死掉了，我还吃了，还吃了两次。看来这个只剩下正妹一个人了，看来只剩下正妹了。再说一次，人正真好。再说一次，人正真好，只剩下正妹了。正妹一个人独自生活在这里，跟哈士奇 and 哈士奇，哈士奇 and 哈士奇，两个哈士奇。啊，太怕吃了，吧唧耶，没有哈士奇 and 哈士奇。好好笑哦，温度这个啦，让你们通一下。哎，这里，这里好了，这两个。好了，这应该会比较温暖一点吧，室内温度应该会上升，八度，这也是五度。这里有，哎，这里有这么多度哦。那再建设一个，全部都打通，都中央空调了。做事情也不要这么冷，等你全面中央空调。等等就要崩溃了，我也觉得。我的朋友死了，乘以三。我吃了尸体，吃了尸体。哎哎哎，又来袭击哦！好啦好啦，我们也快差不多快要不行了，撑不下去了。自从第一个银星死掉之后，我们也撑了蛮久了。现在已经是极限了，人已经到极限了。撑不下去了，阿布斯，你想干嘛、啊，阿布斯？而且我们一直要宰兔子，都没有人去宰，哎，为什么？驯兽员吗？卢米，我们的哈士奇好多、哦，是三只哈士奇哎，不是两只，是三只。我宰杀兔兔了，我吃了兔兔了。为什么不煮啊？为什么不宰？有那么急吗？露米在打那个了啊，哈士奇，他在打我们的哈士奇。他死了、欸，我们的哈士奇赢了，恭喜哈士奇！哎、欸，再修了，再修了，再修了，修好了没？还没修好。电力终于超过一半了、欸，看来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啊。
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。再说一次，人证真好，人证真好。跟着我们的三只哈士奇，在这个大雪冰封的世界里，人证真好。独自一人，自己跟自己下棋，有没有？我们要做一点娱乐，这个好了，盖一个娱乐棒在这里。马蹄铁棒，我不晓得为什么要一个马蹄铁棒，打高尔夫球吗？人证真好，哈士奇都睡在外面的。这个取消掉了。生产家具、动物床，哦哦哦，还可以用这个哎，其他毛皮做哎，哎，那帮你设计一个蝴蝶式的旅人，我现在够吗？我现在有什么炸弹鼠10个、21个。棉布8个，做一个这个要多少个？45个哎，哪够啊？哇，哈士奇拼命在吃人，没问题，你们吃人肉，我吃正常肉。需要光线等级50%，这个到底会不会涨？这里就是要设电灯，他们才会打仗。那我把电灯设在这里，这里设电灯。嗡嗡，食物又不足了。露米，食物又不足了。这里到处都是死人，我们要去狩猎了。哪里有猎物？对不起，连附近连猎物都没有。日食啊，还遇到日食啊，太衰了吧！好啦，继续啦，跟观众聊聊天呢。正妹，怎么样？你们对正妹有什么兴趣吗？稻米休眠中啊。成长24%哦，成长速率好像上升喽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们有新的人了，39岁，光溜溜的绿红红加入我们了。不过我们要打海贼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很多哈士奇，我们派哈士奇去咬他们。绿不要跑，绿到家里，我就是为了要保你安全的。会先进家门，我好紧张哦。绿先到这里，对啊，多一个人呢、欸。哦。哈士奇动作了，可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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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倒一个了，倒一个了，他不敢打了，跑掉了。好了好，我们成功救下他了。落荒而逃有没有？精神崩溃，落荒而逃，18岁，我们有他的生存包，我们又有食物吃了。猎人需要猎那个武器，给你武器，他只有棒棒而已哦。还有什么？手枪，装备手枪。嘿，起来装备手枪。格斗者爱好持有远距离的武器，所以他是格斗爱好者哦。那就拿棒棒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没事了没事了。
我们的哈士奇到底都去哪里了？我们只有一个皮毛而已，还是棉花比较好取得，可是要等到明年。哦，三只哈士奇又回来了，都受伤了，哈士奇好可怜哦。为我们的这个环境尽心尽力，我都没有给他良好的生活环境，真的对不起他们。现在有风力发电之后，真的有比较好哎。噔噔，哇！就只有我们一个人在做事哦，两个人在做事，在搬铁。哦，好辛苦哦！我们要不要挖挖翡翠矿啊？机械遗物，我想看这个是什么，挖回来看看。那个翡翠矿挖一个看看。现在这里室内温度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这个比较低，这个本来就是要冷藏东西，所以就比较低。这里都十几度，还不错，勉强撑得下去。我们还没看一下 Read 到底有什么好功能呢？驯兽师，好了，驯兽师等你当了，有六级哎。种植者，零级种植者，看一下还有什么。哎哎，我要受伤了，什么东西啊？我们不救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我被什么咬了？哈士奇？为什么？这是野生的吗？野生哈士奇？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哦？那是我自己的狗吗？应该不是吧？不是啊，一二三，哦，野生的，野生的狼皮。可恶，这个又不能肢解，没有用的东西。这一根是什么？头毛。我们现在心情低落了。这个翡翠挖回来有什么好处？一直吃尸体耶、欸！哦，他直接拿回来吃哦。为什么不屠宰？为什么？我活得好委屈哦，好委屈哦！把那个叉叉弄掉就会肢解，是不是？这个、哦。他没有啊，他放到这里，说不定等一下就会了，听你们的。我们还可以看这是谁的墓哎、欸，这个是月神的墓，这个不认识，这是银星的墓，这是 TNT 的墓，这些不晓得是谁的墓。还有些人没有中，更可怜。有中的已经算很好了，有些更多是没有中的。我们现在训练宠物啦，冬天没事训练宠物，以免我们死了。哎、欸，这只浮虫，火山冬天。大量的火山灰会遮住阳光，温度大幅下降，植物也缺乏光源，难以生长。长则绵延数个月，你在说什么鬼？这个就是说你死定了！我天哪，这样电力需求怎么办？
可恶！太无耻了！工作看一下哦。现在也没其他事做了，没有食物就是最大问题。去狩猎好了，打猪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打猪，猪不要走这么快，我们要狩猎了，全员狩猎，要去打猪了，猎三猪。火山灰笼罩了，结果都没什么山猪啊，要濒临崩溃了，两个濒临崩溃，因为吃了太多尸体。为什么不吃？格斗爱好者哎、欸，为什么不吃？乐观点嘛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的，你们撑得过去啊！疯狂了。正妹疯狂了。我本来以为能想办法撑过这个冬天的、欸，你已经在这边度过了42天了。反正既然都疯狂了，就多吃一点啊。他去找野猪算账了，他去找兔子了，格斗爱好者，有没有？大老远来到这。为了扁小兔兔，哎，结果我们扁输了。你这算什么格斗爱好者啊？烂透了！你这是什么格斗爱好者？连只兔子都打不赢，我现在对你很失望。到底是什么格斗爱好啊？呜、哦，疯狂了，疯狂了，瑞的疯狂了，装备步枪，我们要趁现在，要一个人当多个人用了，又是正妹真好了，对他开枪，快，真招，对他开枪。对他开火，你他已经打死一只哈士奇了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撑不下去了，撑不下去了，他咬死哈士奇了，哦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们还要救他吗？还在狂暴中哎、欸，安乐死好了，正没恢复了，我把这个。屠宰掉了，屠宰掉一只，我也救不了他、啊，对不对？救不了这个哈士奇，还不如趁他能吃的时候赶快吃一吃，感觉好像比较好。驯服了什么东西？驯服了什么？查看事件地点。到底驯服什么？驯服麋鹿？啊？我们现在很饥饿啊，随时都会结束哎、欸。哦，坐在沙发上，撑不下去了，撑不下去了，这一 round 又要结束了，放弃他哦。安乐死是不是角色？健康，新增工作，安乐死。哎、欸，他起来了、欸，我正想安乐死你哎、欸，你躺回去好不好？他说什么？哦，确认哦，我要安乐死哦。正妹的帽子都脱掉了、啊，去查看事件地点。这都是什么白银呢、欸？我现在很多钱，
很多钱。噔噔，要赢了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要安乐死了吗？我来安乐死你啊！噔噔，我们安乐死了，我们抛弃了，连只兔子都打不赢的格斗爱好者，帮挖一个坟墓，兔子都打不赢了，放弃他了，对，没错，放弃他了。我们另外一个哈士奇嘞，肢解掉了，真快啊！逃生舱又有了，又有了，又是这个，不想救啊，把这个带回去啊。我们要到处找吃的，我们要看正妹真好，人正真好，那个大家不会怪你的，因为你很正。所以大家不会怪你的，人证真好，满了满了，电力满了，好了好了，回来肢解，嘿嘿嘿，肢解技巧不好，什么是男的？那女的，人证真好。角色女性24岁了，原本她来到这里的时候才23岁。我们在这个-17度、18度的地方肢解东西好像不是很好哦，这样会生病的。果然生病了，果然生病了，啊，太好笑了，冬天太恐怖了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又结束了，这一轮又要结束了，这一轮又结束了，各位，这一轮又不行了，啊！动物狂暴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一个麋鹿狂暴了。